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 QQ 项目实战课程。这节课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QQ 的 5.0 的侧滑是怎么做的，对吧？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模拟器这一边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到模拟器这边以后，我提前启动好了，它的效果是这样的，它就类似于 QQ 这样一个侧滑。好，然后滑到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一直显示在这里。然后呢，还有就是当我这个滑块呀，它如果没有超过屏幕的一半的时候，它肯定就不能显示在这个位置，对吧？它肯定就是直接填满整个窗体了。然后呢，当它滑的快超过一半的时候，它肯定就会自己判断一下，然后让它显示到这个位置，是吧？它做了这些判断。那我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要有这几个思路。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清楚的明白，这个东西不是基础控件，对吧？它肯定不是基础控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一个自定义控件来处理这些问题了。当我们去写一个自定义控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写自定义控件的时候，很多很多情况下都会用到自定义属性这个概念。大家先记住一下，写自定义控件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写到自定义属性这个概念。它和这个位置，它和这个地方是有关联的。有什么关联？就是当我们自定义一个控件的时候啊，一般来讲会让你去重写一个构造方法，这个构造方法是要初始化一些数据的。然后它总共有三个构造方法，一个是只有一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另外一个是有两个参数的，还有一个是有三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像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不自定义属性，你就用一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就可以实现了。好，如果你要用到自定义属性呢，你就必须要写两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好，然后三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呢，写的比较少，就没什么关系。然后它自定义 view group 和自定义 view， 其实它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它的差别的明显的地方呢，会体现在很多地方。如果说我自定义 view 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操作？我必须要做的这个操作，当我自定义，好，自定义一个 view 的时候，我就要去写它的自定义属性。我写了自定义属性以后，我就要去写它的自定义的命名空间，因为我要去引用我自定义的属性，我就必须要自定义命名空间。好，当我自定义命名空间以后，这个时候才能去引用我的属性。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还必须要在代码里面追加几个代码，然后来引用这个你自定义属性里面的一些参数，然后你才能够绑定到这个数据上面去。这个是我们自定义 view 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好，自定义 view group 呢，其实思路也差不了多少。首先肯定的，两个参数的构造方法，对吧？好，然后呢，用这个方法来测量自己的和子 view 的宽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 view，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子 view， 对吧？我们假设一下。好，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显示，你肯定要有一个宽高的显示，对吧？它这个地方是多少 dp， 宽多少 dp， 高多少 dp， 对吧？你肯定要给它一个显示的一个具体值。然后呢，所以在这个方法里面，它就必须要去测量完成这一个步骤。好，像 onLayout 这个方法里面呢，它要确定怎么显示。我们这样显示是因为我们的布局是这样显示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 onLayout 里面给它确定怎么显示。好，然后 onTouch event 监听事件是做什么的？就是做这个的。当我没有滑动到屏幕一半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能让它在这个位置？好，当我滑动到超过屏幕一半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位置？所以 onTouch event 是做这个事情的。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写的，好吧？首先定义几个成员变量，这几个呢我已经提前写好了，一个复容器，好，然后一个 menu， 一个内容，
一个屏幕宽度，还有一个 menu 的右边距 menu 的宽度，好，然后一个布尔值。我首先要在各个方法里面，我写的是两个参数的各个方法，但是我没有写自定义属性。如果以后有机会，就给大家讲一下自定义属性是怎么写的，好吧？初始化一些数据，初始化什么数据？首先用 Window Manager 用这个方法，然后得到屏幕的宽度、屏幕的宽高。得到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吧？我用这个方法就得到屏幕的宽度。得到这个宽度以后呢，我要去计算一下，计算一下什么呢？这个 menu 的右边距就是什么 menu 的右边距？就是我这个位置它的右边只有 50dp，这边只有 50dp。我要去给它一个具体的值，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搞定了。好，然后呢，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得到自己的宽高和子 view 的宽高？这个什么是自己宽高和子 view 宽高呢？大家要这样想象一下，这个 horizontal scroll view 啊，它是一个容器控件，它里面装了两个空间，这两个空间就是什么？这两个空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list view 这个空间，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以呢，它就是测量自己的和子 view 的。那我们怎么去看它呢？是这样看它，我们来到这个空间是在哪个位置加载的？是在我们的 table activity 这一边，对吧？那么我们就来到我们的 table activity， 我们来到 table activity 以后，大家就看到了这个是我们的自定义空间。好，自定义空间下面有一个 linear layout， 对吧？ linear layout 里面有个 include， 这两个方法加载了两个不同的布局，然后这个布局是什么？这个布局就是我们的下面的背景的布局，对吧？好，这个布局是什么？这个布局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table host 这个选项卡的这个布局啊？好，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对吧？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得到这个 linear layout， 得到 linear layout 以后，我根据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分别取到每一个空间，就是下面的这个背景，还有就是我们的 table host。取得完成以后，这个方法是用来做什么的？测量自己的宽高和子 view 的宽高，对吧？所以我们要去测量自己的宽高和子 view 的宽高。测量完，因为这个测量会多次执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 flag 判断一下它，让它只执行一次，别让它多次去测量。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比较重点的，就是让它怎么显示，让它怎么显示的问题。什么叫做怎么显示的问题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布局啊，一开始它的布局是怎么显示的呢？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来，带着大家再往上面看一下，这个是我们 menu 的宽度，对吧？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就要让它的宽度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传一个 XY 值，对吧？然后这里告诉你们是用来设置什么的。我们一开始的显示呢，就是让它没有，这个方法是没有动画效果的隐藏。你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untouch 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判断了。当它小于大于屏幕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大于屏幕的二分之一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怎么做？小于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怎么做？对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 untouch 里面做的一个判断了。好，然后这个方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方法是用来做我们的这个效果的。大家在用 QQ 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对吧？而且 QQ 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滑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颜色会渐渐的发生改变，然后这个会缩小，对吧？这个会缩小。其实如果我们不加这个代码，不加这个代码，它只会有什么？它只会有这种效果，它只会有拉缩过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它不会缩放，整个屏幕会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个主界面，它就会在这个位置，整个屏幕宽高都会在这个位置，就没不会有缩放，也不会有渐变的感觉。所以这个位置是做我们的缩放，做我们的渐变的。好，然后缩放和渐变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又要用到第三方的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导入的一个是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导入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 view helper 这个类了。我们可以调用这个类，然后这个类里面呢有非常方便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去设置这个效果，比如说给它设置缩放，给它设置透明度。当然我们要传个值进去，这个值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动态计算的一个值，就是我们这个值大家应该清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大家把它想成这个屏幕总共为一，对吧？总共为一，然后我滑动的时候呢应该是一减多少，或者是一，这个滑动应该是一个值，对吧？应该都是一个一减上多少，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渐变的效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侧滑的效果已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希望大家下来以后呢自己实现一下，以后如果还有其他的机会的话，给大家讲一个更加商业一点的项目，好吧？好，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